为什么这山洞越走越看不到头啊？ 是溶洞，果然和景区宣传图上的一模一样。看来我们已经来到迷宫的第二层了。 野生的蘑菇很多具有毒性，谢尔要小心。Bruni亚说的没错，而且我可是在户外生存课上教过大家辨别毒蘑菇的。不如现在就来测验一下教学成果。Tiana，就你来回答吧。Tiana，哎，Tiana呢？答案就是都可以吃。呀呀呀！你快看，这下真的是心满意足大丰收了。Tiana。 你怀里的那些蘑菇都不能吃，快放下！怎么会呢？你看它们长得多可爱啊，肯定都是安全的。这个粉粉的应该是草莓味，这个蓝色的一定是薄荷味，还有这个黄黄的，没准是炸鸡味。你确定吗？当然啦，这些辨别蘑菇的技巧都是大姨妈教我的呀。天哪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。 笨蛋提安娜又上课睡觉了，啊？难道不是吗？好吧，我当然知道这些是毒蘑菇了。其实我就是想考验一下你们嘛。再说了，我把毒蘑菇全都采完，剩下的不就是没有毒的了吗？希尔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采蘑菇啦。哦，那谢谢提安娜。嘿嘿，不客气。等会儿我们一起煮蘑菇汤喝吧。 大家一起野炊肯定很有趣。不管怎么说，对野生的蘑菇不仔细甄别、随意食用都是件危险的事情。那正好啊，我们边采蘑菇边辨别，然后做蘑菇汤，品尝教学成果，就让大姨妈来一场课外教学吧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就再给提安娜补补课。啊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片区域确实有可以露营的指示牌。 可食用的蘑菇似乎大多分布在溶洞东侧和西侧的道路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分成两组，Bronia和希尔去东侧，雅伊提安娜还有我去西侧。好耶，机会难得，我们要不要比一比谁采的更多？学园长，雅伊，拜托看好提安娜，Bronia不想食物中毒。
デートでもしましょうか。できた。一雷電のごとく早く。始まるわ。で、後片付けはお任せください。来年の場所、早く。
デートでもしましょうか。
デートでもしましょうか。比率ついてこれますか。アンコールの時間、雷電の誤差、早く。デカ後片付けはお任せください。ドッテリに戻る休止符を打つ。これがあなたへのレクイエムよ。できた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来年のコス
中しなさい。Let's go.
デートでもしましょうか。比率you